现在请工作人员上验证道具。我刚开始我用图找形儿，发现找到了，他们做了，来找。你觉得这轮谁进了？朱克奇、柴浩辰。为什么呢？我看赛博的表情不太好，我觉得朱克奇可能全对。现在我们开始验证，我们先从一号的连杆装置开始验证。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开始了，紧张刺激。一号连杆由蓝方柴浩辰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C。 好，我们请客柱呢将对应的轨迹图取下，插到了连杆的卡槽里。这比做题还紧张。一号连杆对应曲线图已插入卡槽。等一下，那只有三个灯啊？对呀，不对呀，只有三个，只有三个灯。我怎么感觉少一个呀？有点少。我感觉四个圈。对。现在开始验证，请启动连杆装置。我们来看看怎么转的。哇！下面还有一个灯。哇，怪不得咱们看不到，里面藏着一个，好难。哇，好难啊！是对的。哇，没问题。好，看上去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现在揭晓答案。谁正确？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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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有点难，有点难。漂亮。好，这是南方，现在1-0。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二号连杆由红方蒙杰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G。 赛博加油。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取下对应的轨迹图。哇，好奇，这是个啥？真的蛮难的这个题。好，现在呢我们开始验证，请启动连杆。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哇，厉害。哇，这也是对的。哇，好厉害哦。对的，对，很难啊，这个真的很难。看起来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看这题答案是进，正确。好难啊，这怎么看出来的？怎么看出来的呀？这算是最复杂的一个了吧？还有很怪的。继续。三号连杆由蓝方朱科奇抢答。哦，这科奇答的最后一个。这是最后一个判断，看了10分钟了。你想了一年的题。答题卡编号为 O。 O 就是最后的那一撇。好，我们现在开始验证，请启动连杆装置。可以，对的，对，好，正确。我们来看第四个。四号连杆由红方攻坚赛波抢答，答题卡 L。 好，我们现在开始启动连杆装置，开始验证。我的妈呀！哦，来来来，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哎呀，正确，2-2，第五。五号连杆由蓝方柴浩辰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A。A。好，我们取下轨迹图，插入相应的卡槽。没有这个啊？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好，我们开始验证，启动。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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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啊，不对，这个明显不对了，这个肯定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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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哦，完了，开始就不对了。这个误差比较大的，基本上可以认定是错误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准确答案是 H。南方错了一题，现在还是2-2，继续。六号连杆由蓝方柴浩辰抢答，还是南方的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M。M， 来，哎，这个几乎是对的了，这个就一个小弧。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哎，3-2，我们接下来继续验证。七号连杆由红方攻坚赛波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B。看着像是对的，看着像是对的。我们开始验证。好，没有问题，看样子是正确的。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B， 正确。
啊，3-3，现在打平了。八号连杆由蓝方朱科奇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K。正确。九号连杆由红方蒙杰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F。F 正确。十号连杆由红方蒙杰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P。正确答案 P。蒙杰很稳啊。蒙杰好强啊，真的。好，继续。十一号连杆由蓝方柴浩辰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D。不确定，我太急了。应该问题不大。好，现在开始转动。是对的。正确。5-5。好，第十二题。十二号连杆由蓝方朱科奇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L。L。好，没有，没有。同样的是，我是 L 啊，我写了。好。四号连杆由红方攻坚赛波抢答。L， 正确。朱科奇做错了，那这个就错了是吧？因为之前有 L。错了，朱科奇错了，肯定错了，不对，朱科奇的错了。哦，哇，错的离谱，太离谱了，太离谱，错了错了，没事，这太可惜。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正确答案 ，N 啊，现在还是5-5，接下来到第十三题，同样也是朱科奇的答案。十三号答题卡编号为 I。这是蓝方验证的最后一题，如果是错的话，那么比赛就结束了。应该是对的。开始转动。对的，对的。好，这个问题不大。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I， 正确。现在蓝方是6-5，暂时领先。接下来还有三题，那么红方如果说对一题的话，比赛结束。因为6-6他们快，所以就结束了。好，那题都是他们的，都是红方的。十四号连杆由红方攻金赛波抢答，答题卡编号为 A。A， 好，我们请科助呢将对应的轨迹图取下。插到了连杆的卡槽里面。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是 A， 应该是对的，应该是这个是 A。我们开始验证。哦，对了对了。哇哦，对了。赛博厉害的。这个 A 我咋能插错呢？那我也是一样的嘛，可能太紧张。好，我们来看最后的答案。哎，正确。红方用时比较短，红方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红方。哇，真做得又快又好，太强了。我们恭喜红方选手获得本轮 PK 的胜利。好，萌姐，做得那么好的原因是什么？你很淡定吗？这次我觉得就是放手去搏，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可能发挥的会比较好一点。我和赛博的组队其实也是彰显出这种轻美的速度吧，我觉得就还是有这样一种坚持。轻美，不愧是萌姐。科奇这边为什么失误那么多？刚开始有点急吧，确实刚开始可能我们速度上会差一点，然后我也有点急，柴浩辰也有点急，他每次回来拿答题盘都跟我说慢一点慢一点，然后后来慢慢慢下来。对，一开始稍微急了一点。对。来，咱们浩辰，为什么是我的强项反而没有做得特别完美？我觉得可能因为紧张或者说是过度自信了吧，有点自以为是了，所以就是我错那道题，觉得错得挺可笑的，然后对不起。没有。
这个我觉得在竞赛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时间有限制而且 PK 的情况下，难免啊。啊，浩辰是不是哭了？嗯，浩辰，有机会的，有机会的，就是啊，啊啊，对啊，浩辰现在还不到低头的时候，还不到垂头丧气的时候，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的，有客气自己会赢回来的，好吧，啊，没问题，没问题。朱克奇他给我投了票，让我觉得有一个人认可我，真的是找到了知音的感觉。但是我又因为自己可能不是那么的优秀，没有让他赢得这场比赛，本来就内心上觉得有点拖累他了吧，算是。然后他再一安慰我，就有点绷不住。但的确是不能过于自信，在备战间的时候能是感觉到你们的自信，甚至你们开始已经在讨论，比如说我怎么样子领先，然后怎么去控制这个时间。你想了这个之后，一到赛场之后，你一旦时间落后，你那些备战的东西全都打乱了，然后你就会开始慌。但没关系的，后面还有机会呢，好吧。觉得这其实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成长经历。当时我看到他，我觉得哇，一身的锐气，冷峻酷等等等等。可是每个人成长他都是需要一些挫折和教训，他才可以变得更加生活和稳重。所以呢，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结果。特别是浩辰，你看我特别喜欢你，我相信你之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的。谢谢老师。我也想跟浩辰说，没有关系，其实对于你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被淘汰，接下来你还有机会参加第五次冲击，那我也相信你肯定会在第五次冲击当中吸取这次的教训。而且呢，你也不用太担心你连累了柯奇，对吧？因为柯奇他这个资源卡真的很多，30多张68张还有24张还比我多呢啊。所以呢要放平心态啊，怎么去调整，那接下来呢你就好好做准备。谢谢老师。好，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啊能够再接再厉，好吗？请回到你们相应的位置。没事，你先继续。哎，郭老师，58张卡真的一点都不后悔。一是有柴浩辰这么优秀的队友，他可以刺激你，激发你。另外是有这么优秀的对手猛杰和赛博，所以说真的很享受这场比赛。哎呀，我又回来了！哎呀哎呀，老友啊，老友老友了，我们同病相怜。好，两场解救之战呢，已经暂时的落下帷幕了。我们要特别感谢薛教授。接下来您对下面的选手有怎样的建议？今天的比赛无论结果怎么样，我觉得在场的所有的选手都不必灰心，也不必骄傲，因为他们还有机会继续留在这个场地。而真正准备临别赠言的是我，不是他们。今天我给大家赠送的我自己的书里面提到，人类面临的4个最基本的约束就是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需要依赖以及需要协调。我觉得这样的4个约束也是我们每一位选手所要面临的约束条件，以及在这个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化的一个方向。嗯，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约束条件，以及我们这一季比赛当中所引入的3个新的维度，充分地发挥自己所长。希望各位继续加油。经过前2场的解救之战啊，我们有2位处在危险区的选手呢晋升到了安全区，恭喜你们。当然接下来这一场解救之战，我们会有1名新的选手将从危险区晋级到安全区，他是谁呢？在开战之前要介绍我们今天新到的身为观察员奥运冠军田亮。大家好，大家好。田亮兄，关注最强大脑吧。最近好好做了一下功课哦，因为我的大脑也必须要提高一下嘛。发现这一季还有2位体育生，所以我想这一次看看体育生在
最强大脑的这个赛场上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也祝福他们能走得更远。好，最后一场解救之战即将开始，接下来就有请光点密钥的四位选手来到我身边，有请。好，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名额啊，能够进入到安全区。天阳，会是你吗？之前我们跟另外一队聊下来，好像茉莉会相对更加有自信一点。我其实没什么自信，因为我对题目还不太清楚。茉莉，人家天阳说你准备的比较充分一点了。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项目是有把握的，然后我可以顺利通过吧。好。天阳刚才说的很客气了，说这个项目不太了解，所以你对这个项目的有多少胜算？就这场比赛而言，我希望进到安全区的选手是张天阳。哎呀，一亮，有没有信心？信心非常的足。哎呀，哎呦，茉莉在女选手当中，她的心态各方面的实力都是比较稳定也比较充足的。是。而且她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女生，所以我也非常的希望她可以带着这份幸运，让我们这个队伍一直的走下去，帮助她顺利晋级。天亮兄，你对这两组选手怎么看？我现在可以给你们传递一点点小诀窍，卸包袱。其实我们跳水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大的会带个小的，所以往往大的呢会想，没事儿，如果没跳好的话，小的没跳好。小的想什么呢？有大哥在，对，我怕什么？是两个人如果都把这个心态调整好了，你想我的队友一定会发挥好，其实自己就卸下包袱，可以全力以赴的去发挥。所以我觉得你相信对方，依靠对方，你自己一定是最出色的。请选手进入备战时刻，请四位选手进入备战区。开心的，哇哇哇！四位选手请注意，观看规则 VCR。光点密钥，现场放有众多残缺的彩球组件，其中每三组可组成一个，每横行，每竖列，每纵列，小球颜色均不重复的拉丁立方。同队两位选手交替作答，率先完成十题的队伍获胜。请你们运用强大的空间力及推理力，争分夺秒，全力以赴。Okay, all right. 就跟我们想的是一模一样的。跟我们想的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现在每个人花两到三分钟时间，自己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规律，然后我们再沟通交流。Like colors. Okay, colors are good. 好。这和记忆力关系挺大，我觉得。他是说每一列都不一样，是吧？每一列每就是一共三个 X Y Z 嘛，先看一会儿，先看一会儿，找特征点。那我先给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项目的规则。正确的三个彩球灯组组合在一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拉丁立方。那什么叫拉丁立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普通的拉丁幻方它是平面的。每一行和每一列颜色都不重复，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呢是把平面升级为立体版，不仅是每一行每一列都不同，而且呢每一纵列也不同。哇，
哦，它主要是横跟竖，就立方内部的那个斜斜这个没关系是吧？啊，斜的没关系，啊，斜的没关系，斜的没关系啊，那就太也挺难的。这给四个可以哈，你排除一个就行。给了多少个？比赛现场我们会放置30个彩球灯组，一共30个，一共30个，一共30个。对，要排出27个。这也挺难的，对，很难的，因为组合的时候它可以向四个方向去旋转，所以选手呢必须要在脑海当中对这个彩球灯组进行旋转，再进行匹配啊，才能得到正确的灯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画，这是有30个这个彩球灯组，选手随机选择一个作为第一个灯组，然后呢在剩下这29个当中选择匹配的第二个灯组。最多的情况之下匹配116次，也就是29乘以4，才能够找到第二块匹配的灯组。好，那假设呢我们选手啊找到这一块作为第二块匹配的灯组，那这个时候呢要找第三块了。那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前两块已经确定了，但是剩下的灯组当中都没办法跟前面这两个匹配的，那就说明第二个都已经选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再重新选择重新匹配。所以这个项目呢啊是非常考验选手的一个空间力，还有呢啊推理力、计算力。哦，这个特别考验这个记忆力。对，也考验记忆力，因为它每一个只能转4次。对对，因为是正方形，不能围着它转吗？不能围着它啊，围着它看可以，但是它不能够。我觉得这个难，你要倒立也可以。那个，我觉得他们现在找方法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就在找方法，非常重要。对，啊。No blue, no purple. This one, this one, this one. No, so 这个是可能。茉莉，我先给你说一个我的小想法。这个图不管它最终答题的它会不会旋转与否啊，嗯哼，它这四个角一定要充满，所以它四个角我看了有几种组合，要么上面有一个，要么上面有两个，所以要肯定是1、1、2组合。比如说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图的话，这两个角是一个黄一个绿，对，这个肯定不可能跟它在一起，对对对，因为这个角如果在这儿的话，这个绿就重了。哦，对。Oh my god！ 对对 ，You're so clever， 对 ，Genius， 就这么干。张一良还是很有绅士风度的，很有担当，一直在引导花茉莉。哎，蛮奇怪的哈，你看曹焕东和张天阳怎么好像不交流啊？对啊，他怎么不沟通啊？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都需要静静的思考才能找到一些思路，在没有思路的时候就盲目交流是对时间的不尊重，也可能会导致我们备战时间不够。这两个人都是很强的，是不是都会有点傲气呢？你们觉得他们这两队谁更有优势？他们其实这两组啊，其实都挺强的。他们都是安全区给这个危险区的人投票，都是3张票都给了这一个人，很专一啊，就投3张票，然后他又选了他，是吧？对对对，3票唯1，我心只有你啊，感觉对。因为之前那个安全区的焕东啊，跟天阳也都是属于明星选手，对。表现都是非常优异，然后另外一组呢，花茉莉跟宜良很特殊，他是最早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初始资源卡的数量是最少的，只有2张卡，然后他是通过这个各种冲击啊，一路逆袭，然后逆袭到现在资源卡数量的第二。哦，我觉得易导简直就像一个公司里的 HR 一样的，对所有的员工都如数家珍。就是我觉得我有点像 HR。对对对。我好像找到了，1、4、9，看一下啊。Yeah, I got it. Okay, number one, finish. 你怎么找到的？这么厉害？就是我就看这两个球，这上面是一个蓝色，下面是个紫色，这边是个白色，是一个蓝色。所以说，第一行不能有蓝色，不能有紫色，这个不能有白色，不能有蓝色。所以说，就是这行不能有重复。你看过来 ，no blue, no purple. OK. 比如说，你看这个，这有个 purple, no, 这个有个 purple 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可以 ，there's no blue, no purple.然后这个是 no white no blue， 确定就这两个之后，你就说那我还缺一个绿色和一个白色的吗？那你要再看 ，OK， 哪一个是有个绿色和白色？绿色白色就有绿色白色，对吧？这样就出来了是吧？可以了。或者说我觉得咱只需要盯住它一根棍儿，首先用位置排除掉10个，然后再用颜色去找6个是不一样的，6个位置也不冲突就。对。然后只要能找到，马上去填正确答案，就是对的。
不需要用，100%是对的。我们已经找到了非常合适以及非常正确的去解这道题的方法，真的是有十足的把握能用很短的时间把这十道题做出来。我相信我是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个挑战完成。嗯，哇，我写错了，我做对了，我写错了。我觉得可以交流一下。有什么想法你说一下。嗯，我看的是一面，你过来看。我跟你说，我是比如说我看这一面，我记白的156。你的一是什么？这个是一。156。我觉得从左到右记坐标比较好。我觉得第一列有第五。我们对数字更敏感。对。感觉还是记单个颜色会快，不要记多个颜色，记单个颜色。我是看正面，我觉得排掉挺多的，就你就找多的。我记白的156，然后这里有5 pass 然后这个 pass 那就这个和那个和那个对就四和九是没有的呀。然后你看四正好是234嘛，那是156嘛，弄到一起那个九正好什么都没有。我们如果确定了这个算法的话，我们就要找什么样的特征表？我觉得是找多的，比如说我这一面看上去最多的就白色和紫色，我再试一遍找紫色。但你这是在九个里面，我知道有30个，多很多。还有没有别的好一点的办法？其实，在备战间发生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不知道这个颜色它究竟有多大的排列。以及它的实物道具到底跟我们看到会有多大的差别，所以担心这个方法在实际比赛中究竟能不能用得上。我觉得他们找到一个共同的方法，然后让两个人都能熟练掌握这个方法，其实很必要。对，因为一个人会，另外一个人还不会，他一样是卡在那儿出不来。对，对啊。请注意，备战时间剩余最后5分钟，所以是不是记两个会比较好？看两面。我要从这面开始看，我要规定一个角度。1、10、1、2、3、6种颜色是哪六种颜色来着？这个不行啊，这个。哇，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确实太难了。张一良和华茉莉沟通得很好，但是张天阳和曹焕东思路没有统一，有点为他们这组感到担忧啊。四位选手请注意，备战时间到。Oh, yeah, good. Trust me. I trust you, yeah, definitely. Okay. 走吧。从哪搞？从哪走？有美感啊！这场冲击是所有的里面最漂亮的一场，美术最漂亮的一场。备战时间到，请四位选手回到主现场。来了。好，本场解救之战老规矩，胜方的安全区的选手将从败方的安全区的选手手中获取8张资源卡，当然胜方的危险区的选手会晋级到安全区，而败方的危险区的选手将退回到危险区参加第5轮冲击。第5轮冲击只有2名幸存者，祝各位好运。所有选手请注意，当听到挑战开始后，你们需要在场上的道具当中
找出可组成一个每横行、每纵列、每竖列小球颜色均不重复的拉丁立方，并在平板中提交。本项目总限时45分钟，限定时间内找出更多拉丁立方的队伍获胜。所有选手请注意，三、二、一，挑战开始。那就去扫了。他就先看了一号。对，他拿的是一号，再去找，然后再去过，一个个过。对。就反复的在观察你，在观察一号可以匹配谁，是，然后开始找这个位置，我要找到什么样的颜色的球。Green, white, green, red, orange, purple。一个错了。华茉莉作答错误，罚时30秒。正在罚时是什么意思？是他不能进去吗？对，他那个手必须要按在屏幕上，那个屏幕的罚时才会倒计时。哦、你离开了，他就不倒计时了。哦，还有这么个惩罚机制。哇，张天阳怎么那么快啊？一行行这样子。我看天阳他现在正在扫特征。对，他一定是记住了某个特征，正在扫。天阳哥是先把全部先瞄一遍，他怎么可能记得住啊？感觉他这个是排除法，就是剩下这29个可能能排除掉一部分。蓝方已完成一题。哦，好快啊！哇，还2分多钟吧？快！一直在关注的是天阳，对，人茉莉一下完成了。哇哦，哇哦，哇哦！厉害啊！哦，可以啊，啊可以啊，厉害！方法，方法，方法，这个是方法，方法。当我知道对手是前八的时候，我并没有紧张，就是放松的去比赛就可以了。我很顺利的通过第一关，对这个项目是很有把握的。换下一个选手。茉莉她其实非常快就把第一题做完了。我就愣了一下，然后感觉哎呀，没想到茉莉这么擅长这个东西，这把估计没了。而我其实还在纠结答案，特别特别紧张。红方已完成一题。哇，可以，也可以的。但主要是有我也没办法告诉队友我刚才选的是哪几个，说不定可以可以，他们这个 iPad 那个系统他们两个队友是共用的，队友是共用的，对、啊、看到他答的那些我就肯定不会再看、啊、那就还好，那就还好。我们其实制定了2到3套策略，第一套是看面，因为我们俩都是数学系的同学，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编码快速的进行记忆。第二套是看点，用点有点类似一个数独的办法来进行排除。
第三套做法是看两行两列，也是最后张天阳用的方法。最后一个坐标了，红方已完成两题。后来居上了，后来居上了。红方已完成两题。一两看完。这运动量可不小啊，得跑得跑半场。咱俩不大行哈、啊、不光做题不行。他们不能交流吗？不能交流。张一良作答错误，罚时30秒。张一良这边罚十了，罚十错了，错了，错了，错了。不慌不着急。你看他这种错了的话，他还得有一种选择，就是我接着前面的接着做呢，还是放弃从头来是吧？对，放弃从头来，也是做一种选择。对。三题。哇哦哇哦哇哦，没错。好，茉莉现在压力怎么应该很大？这个答题速度不太像宜良之前的水准哎，他是资源卡第二啊，他之前都挺排在前列的，都挺排在前面的。对，这题已经超过平均时间很多了。在真正比赛的过程当中，这道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的数量非常非常多，而且颜色也很多，眼花缭乱的，内心是有一点点慌的。张一良作答错误，罚时30秒。这一题真的卡了很长时间了，他可能就把一个错误的当目标了。对，还不如全部放弃重来。对啊，有的时候错了是不如重做。没问题，没问题。在赛场上比赛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就是茉莉她已经把一道题给答完了，这个编号是12。蓝方已完成一题。我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到她答完那个答的是哪一个，正好我看的第一个也是12的那一个，这样的话怎么找也找不出来一个正确的答案，反复反复浪费了时间。完成四题。哇，哎呦喂，厉害。这个时候张一良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别急别急别急。我觉得他振作起来以后，最后他们赢了这场比赛，这个点才真的是对对太好了。各位选手请注意，作答时间剩余30分钟，还有半小时呢，时间还是够的，但这个落后的就是有点多了。
红方已作答五题。作答正确怎么那么快啊？作答五题。蓝方已作答两题。蓝方已作答两题。好，茉莉加油。Thank you。你那这是拉扑是最快的啊，对，对不对？他刚才是速度是最快的，是最快的，是的，是的，对吧 ？Red no green no red。一开始落后了三题，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到了第五题，我就发现，好像时间有点不够了。No red, no green。Maybe this one.曹焕东作答错误，罚时30秒。错了，焕东错了。焕东这一道题时间也挺长，也挺长。如果我并没有完全验证了就去提交了答案，我觉得被罚时30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被罚时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处于领先的一个状态了，我就想尽可能的拉大优势，来确保我们比赛胜利。答对的话，那就能很快的拉开差距；答错了的话，我们也不会被对手追上。我还是有时间去好好验证了再提交答案的。就一直在这呵呵呵呵笑，跟花茉莉的表情完全不一样。作答七题，哇！作答七题，这样要得分。其实他们到越后面，他就有越有印象。是，对，后面应该是更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剩的也少了。最后就相当于是从9个里面再找3个。茉莉在尽全力让自己平稳心态。茉莉很想赢啊。对啊。红方已作答8题。3题，哇！各位选手请注意，作答时间剩余20分钟。我现在4比7呢，还行，4比7还有点行，是，3比8就有点，因为他们只需要再做这一道，甚至他们都不用去跑了，直接去把那个答案去一排除，对，也算出来了，对。这个逆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的确有点拦不住了，就拦不住，拦不住了。蓝方已作答4题。
红方已作答九题，红方已作答九题。那最后一道题不就已经白给了吗？对不对？对啊，对吧？相当于是白给了。最后一道题是白给的，你都不用进去，你就看少三拿三个数字就行了。商人的作品都没用。No, can't. 红方已作答十题，比赛结束。祝贺红方选手曹焕东和张天阳挑战成功。张天阳呢就能晋级安全区，茉莉呢就会退回到危险区。对他心里的干扰，他下一挑战也难。那么曹焕东呢会从咱们的张一良手上呢获得八张资源卡。失去了八张卡，其实对我内心并没有太大的冲击，因为我毕竟目前还身处在安全区之内，让我内心其实最伤心最痛苦的其实还是没有真正能帮助到茉莉能从危险区到安全区。我想问一下宜良啊，如果你按照第三题第四题的这个解题思路的话，速度说不定比他们还快，发生了什么？哎呦，其实这个说起来也惭愧，因为我们在备战间当中，我跟茉莉说的解题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我的问题在于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茉莉第一题答对了之后，她那个题应该就是已经作废掉了，不要再看它。而我只记住了她其中一个是不能再看了，而其他两个是可以看的，所以就导致了说我一直在找一个他已经做过重复了的答案，所以就怎么找答案也找不到，怎么找答案也找不到，然后最后我突然来前面看了一下，发现那道题他已经答过了。又出现失误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解救之战是不是大家压力都很大，前面两场包括这一场都出现了这样的失误，那我想可能大家接下来啊真的要很好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了，千万不要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犯这样的比较低级的错误了。往往有的时候胜负就在一个小问题上出现，这个问题出在谁身上都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我觉得虽然宜良和茉莉输掉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其实只是在这一次比赛上犯了一个错误，并不代表未来，我相信未来你们会更好。我不怪任何人，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 嘛，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说我和他一起就非常开心。对，那么我们有三位选手要回到安全区，当然还有一位选手呢要回到危险区，有请。Thank you. 那么三场解救之战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危险区的选手将面临第五波的冲击。这个首先我们想问一下浩辰，有多大的把握？我有很大的把握。好，第二个问题，把握从哪里来的？把握从我的偶像给我的。哎呀，这句话你看，哎呦，感谢感谢。玉涛，接下来比赛你是怎么想的？我不敢说我把握多大，但是我一定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态确实还是比较好，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对，所以说我一定会放平我的心态，发挥出我自己最好的水平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刘问，昨天知道这个新的赛制的时候，我自己也挺紧张的，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收拾了一下自己的心情，因为确实每一次的比赛大家心态是一定要好的，我想今天也是在调整好心态的情况下去尽我所能的去冲一下吧。郭泽浩，给哥哥姐姐加油说几句话。
加油，希望你们能好好表现，在走之前给我们献出一场精彩的对决。哦那么我再强调一下咱们第五次冲击的规则，第五次冲击只有两名选手能够继续的留在最强大脑的舞台，获得第一位的选手可以获得8张资源卡，获得第二位的选手可以获得5张资源卡。好，请选手进入备战时刻。虽然对手实力非常的强劲，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赛场上是可以有奇迹出现的。加油加油加油！尽力的去备战，然后尽力的去比赛，至于结果的话就是不去做过多的设想。哎呀，最后一场了。天哪，我好想哭啊，我现在心里还没调整过来就要去比赛了。11进2的挑战压力很大，好紧张啊，不知道什么样的题。所有选手请注意，请观看规则 VCR。 希尔伯特漩涡，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于1891年提出了希尔伯特曲线的理论，特定函数下将得到一条充满空间的曲线。今天最强大脑将希尔伯特曲线与漩涡融合，希尔伯特漩涡，选手需要观察现场的长链条，利用希尔伯特曲线切分的规律，在脑中将长链条复原成8×8的图案，并将此图案以中心为轴进行旋转扭曲，随后在现场海量干扰项中正确找出旋转扭曲后的图案，限定时间内正确作答数量优先，若数量一致则用时短者获胜。请你们运用强大的观察力、空间力，争分夺秒，全力以赴。OK, I'm going home. Bye. 说实话没看懂。说实话没看懂。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人做的题吗？希尔伯特当年是干啥了？要想这么一个玩意儿出来？这次是等于有两个维度的这个叠加的一个空间上的考验，题目在逐渐变难。不是很擅长的领域吧？心中其实是没有底的。好人，我不然肯定死了。天阳，你快感谢我吧。看到第一反应是我不能理解这个旋转，特别难，根本没法做。这我要去比，我肯定过不了。大家如果要从11个之中选出2个，这样比速度的话，我以为会是一个很简单的题，但是这个规则出来之后，觉得这个题难度还是非常大的。请需要备战的选手投入资源卡，进入备战间。我们是不能碰它的吧？应该是能碰。现场应该是不能碰，我感觉。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希尔伯特曲线。大家可以看我手中的这个 KT 板，那希尔伯特曲线呢，就是在特定函数之下，能够填充满一整个平面正方形的空间填充曲线。这个就是我们原来的图片啊，然后现在呢，我们把它分割成8×8的小方块，然后画上希尔伯特曲线，再按照这个希尔伯特曲线的规律，把这个图画这些小方块分割开来，形成一条希尔伯特长链条。那现在呢，我们大家已经理解了啊，什么叫希尔伯特曲线啊，也理解了这个切分的规律，我们就来考一考大家。你确定你这样考就这么快就理解了？知道了还没理解？还没理解？对，现场明明很安静嘛。对啊，可以从坐中慢慢的来理解啊。你看我们现在桌子上呢有一个希尔伯特长链，
然后呢，大家就运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规律，想象一下这个长链如果还原成正方形的图画的话，是哪一个啊？我们这里呢有 A、B、C 三个选项。我们这三张图先找找不同，就让大家来找茬，看看有什么不同。哦，第一幅是左边是个白色，多了一个小的白色漩涡，多了一个小的像，而且多了一个像小太阳一样的东西。对，白色的小漩涡，哎，白色的。然后第三幅图是少了一个蓝色的那个黄色的小太阳。小太阳，对，对吧？对。二三幅，那就自然就形成区别了。啊，对。对。我们还是要根据那个希尔伯特的那个曲线走。这边是链条的左边，对，因为它是黑的嘛，对，开头应该是在这儿，对，带到那个上面，过来以后，在这儿有白的吗？这个不算白的，这个是算黄的，黄的过来就应该有白的了，第一幅图肯定是没有的，就没有那个小白点，对不对？排除掉了，我也觉得，那答案就是三了，三，一导已经锁定答案了，我锁定三，二和三都，咱们再往下呗。二多一个太阳，第三幅图的话到了那个房子尖儿的时候，你看那个曲线应该是曲线黑的走完了的以后，是就开始基本上，我看这曲线啊，这个尖儿的太阳这是第二个，我觉得第三幅，也是第三幅，三吧，第三幅，乌兰也觉得第三幅，第三幅，那公布答案喽。来吧，公布答案。如果是三的话，那就是一导获胜了，因为他用时最短。对，我用时最短吧。但是错，已经排除掉了。对啊，不是啊，不可能，答案，除非你们刚才分析错了。我们都没分析你就有答案了，我们分析都没干扰到你。如果三错，那就应该是一。一导又锁定了一个答案。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二个。答案有问题。又提出错了。那刚才呢，我们挑战的这个项目啊，其实对大家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我们选手挑战的项目呢，比我们这个需要更难的。那一方面呢，是选手挑战的时候，他收到的不是一条长链，而是呢有三条长链。那选手呢，就是拿到三条这样的希尔伯特长链，按照我们前面讲的希尔伯特曲线的规律，要拼合成三幅原来的这个8×8的正方形的色块图。我们刚才体验的也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步。那事实上呢，选手还要做第二步。对于这个复原图形，那选手呢还需要以中心为轴进行一定角度的旋转，成为一张漩涡图。也就是说，最后我们现场给到选手的其实是60幅都非常相似的漩涡图。哎呦，好难啊！他们没不能动手是吧？对，不能动手。我们之前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团队作战，但现在这一次的话，他们必须得各自为战了。不会说一句话跟对方。会感觉到这次氛围有一些不一样，大家是比较自己专注于自己的思考。我觉得这次备战的氛围有一点不同，我观察到的很多人都是有一点卡壳的状态，因为毕竟只有两个名额，我其实心里很没底儿。大家的交流确实很少了。我觉得最强大脑还是要靠大脑的。如果我把我100%的想法都告诉了所有的人，那它就变成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就开始快了。我觉得失去了比赛的意义。第六块，第15是67块，我倒数第五块，第六块，我倒数看第五块，因为它怎么转，它的边缘都不会变。我看的是从中心往外散，我从当中转，对吧？我就看30、23、33。哦。
11和10。我先看中间，再看正方形散出去的四个角。一样，其实是一样，一样的道理。但是你那个方法快，我不知道正确率怎么样。我这方法是100%正确的。对，对。你做到这一块的时候，不也是要就是数的吗？我只判断这两块，这是5、6的位置，和倒数5、6的位置，还有这个的位置，还有这个位置。我判断它们四个颜色，它们四个颜色的占比相当于。我不知道你能听懂，能懂。那个，就是说，实际上它四个角的位置是不变的。对，对。然后再看一下中间，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解法已经有，但是再想怎么才能解开。我感觉中心点挺多一样的，这个你就靠这里。但是我们到时候没有这个图，所以你不知道它那个区域。我们刚刚在想，他们可能不交流，但其实他们现在也在互相分享。但是是仅限于关系比较好的几个小团体。我需要一杯咖啡，一个什么糖，一个巧克力，然后都给我。哎，茉莉怎么了？有糖或者巧克力吗？他有点。我有糖。哦、oh, okay. ，谢谢。因为就第一个项目是已经很烧脑的，然后第二个项目也是烧脑的，然后我就在拼命的吃糖啊，然后就说没事没事，你就 keep going like you know。消耗太大了，刚才的比赛。对，刚才其实消耗挺大的。其实他茉莉最吃亏，因为他是刚刚失利，他的心情还没调整过来。他不像就是前面两轮的，就是还有一定的时间去调整心态，所以对于他的难度来说，其实是最大的。我觉得茉莉呢，在之前的解救之战当中，她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比赛。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不要去想之前发生了什么，全身心的投入到当下的比赛当中，只关注当下我的任务是什么，我用什么方法能最快的解决这道题，那可能对于她的心态调整和之后比赛的状态来说是最好的。你现在首先你现在有思路没有？有，有就 OK， 那你好好调整一下。对，是。我先下去了，你想好下来。哎，怎么有人放弃备战了？哎，出来了吗？这是谁啊？有人放弃备战了，他可能已经备好了吧。我想的方法是有点难度的，我跟柴浩晨一起商量，他告诉了我他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最终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一般30秒一道题，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觉得咱们就不用都分享了，都分享这个游戏真的就成比速度了。对，我不想它成为比速度的游戏，我已经很头疼了。哎，有在那下面，你看看，已经在这儿那个胸有成竹了是吧？都不用再备战了，临死前还挣扎什么呢？扮猪吃老虎啊，就你们仨。你下来吧，你在哪研究出来了吗？就那个方法吧，不行就算了。哎，不行，来一个人我都想跟他说了嘛。你们方法是什么？看两个颜色的边缘。两个颜色的边缘。我们就是只能是这个方法。看了边缘，然后呢？边的形状大概就是这个。我没有听懂，所以你们就不看色边的颜色？不看中间啊、嗯，就是边与边交界的地方。嗯，它旋转是不会改变。原图的边的那个啥，你能明白？这也能明白吗？对对对，柴浩晨，你看他已经在分享方法了。运动员最好的品质就是不藏着掖着、哦，有什么好主意告诉大家，哦、然后还能赢你，哎、然后还能赢你，这个有点难度。我旋转，我改变不了边，我只改变中间那坨，嗯，所以就是看边。我觉得咱们就不用都分享了，我不想让他们比速度游戏，头疼。所有选手请注意，备战时间到，请所有选手到备战大厅。时间到了，我看在外面的选手比较自信，已经在外面坚信自己的方法，在里面的还在做准备。这个多度思维了，有点对。加油！请所有危险区的选手回到主现场。请各位选手至各自名牌处站好。所有选手请注意，
三、二、一，挑战开始。哇！哇！哇！哦呦！哇，刚刚那个翻过去好帅啊！各个看一个个数，但这个大方块它会旋转，旋转完了以后是不是会有那种其他颜色掺杂着的？对，它一转起来确实增加，转起来就不知道增加难度了。这个项目选手需要答出三条链条的对应题目，所以难度其实是成了三倍的。这也需要选手有更强的观察力，而且最后的晋级名额只有两个，这对选手的抗压能力也是很大的考验。哇，这个真的好难啊！看起来，看那个螺旋，我感觉他们在转，看起来像是一块一堆橡皮泥。这不光考这个思维，还考眼神儿。我告诉你，对呀、啊，六十个里面选三个，确实这个错误概率会大。就怕就是有些漩涡有基本相似的就比较麻烦，肯定有那样的。现场的六十个颜色相似的漩涡图，在视觉上给选手造成的干扰也大大增加了这项挑战的难度。你现在干嘛？原来那个希尔伯特曲线，希尔伯特他要观察那几个数字先记载。我的比赛策略就是正确率是最优先的，所以我已经把颜色分布全部已经列好了，我对自己有信心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且作答正确。还是吕云星找到方法了呀，哎，真的快。这边已经开始写了，那是谁啊？刘问吗？刘问，好看。我当时比赛的策略就是找那个颜色边的特征，把握还行，就是大概80%-90%，我觉得做出来应该是 OK 的。小易也写了。啊，现在陆陆续续有好多人都开始作答了。我觉得他们都应该会在限定时间之内提前做完，肯定就是看正确率。最快了。哇，已经做完三题了。什么？对啊，他已经在填第三题的答案了。厉害！其实我是非常快的找到了我想要找的图形，然后呢也迅速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我是有把握把它全部做对的。哎，张玉明好像做完了，也开始验算了。有的人一题还没做出来，有的人已经开始在验算了。啊，在哪里啊？王田若是一个一个看，这边陷入苦战，他在第三题这里已经比划很久了。为什么？在比赛途中的话，前两道题我大概就花了一分钟的时间，但最后一道题，我知道是去找哪一块，但是我找了好几遍，六十个答案我大概看了三遍吧，都没有找到我认为对的那一块，所以导致我心态有点崩。花茉莉这边好像陷入困境了。我是对这个是有把握的，但是上场的时候就因为真的就是累了，然后就觉得，哎，就真的拼不下去了。作答时间剩余20分钟。
现在还没有人提交，所以你如果做完的话可以检查。肯定要检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等第一个交题的是，然后就开始哗哗哗哗开始交，但只要第一个没交就可以一直验算下去啊。第一名已提交。第一名已提交，柴浩晨。哇，好快啊！第二名已提交，交换文。哎呦！交换早就做完了，他就在这儿。肯定是这样，有把握。每天算第二最后一题，我最后一题也没算，听天由命。我有赌的成分，我觉得可以来追求这个第一名。到最后我看见交换文准备写了，我觉得我得在他前面。柴浩晨至少是速度最快的，鱼界的，把这个决定权留在自己手上是一种方式。其实浩晨提交对我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其实更早的时候已经把三道题的答案都写出来了，但是还没来得及做验证，但是看到浩晨提交我就也提交了，因为感觉大家应该也都能答对，所以这个时间就变得很重要了。第三名已提交，张小毅。第四名已提交，胡玉涛。因为只有两个人可以晋级，那索性就赌一把。第五名已提交，王天若。第六名已提交，张玉民。都挺快的，但是你即使交得快，你做对两题是很难出现的。我相信十一个人里面肯定至少有两个人做对三题了。对。第七名已提交，刘问。第八名已提交，范天成。第九名已提交，华茉莉。那我觉得现在没啥机会，七个人做对三个的还是有机会，有大概率。就六七个就应该后面就可能有点悬了，胜率其实非常低了。还有一个涂老师，一个李云欣。剩下两个不要着急了，一点不要着急。我确实卡住了，我是有一题没有做出来，所以都那么多提交了，我也赶不上了。我就想，我稍微放慢一点速度，确保后面做的是对的。图兵在做最后一题了。第十名已提交，图兵。那只剩你的师妹没有提交了。没事，别着急，慢慢的把三个都做出来啊。全对的话其实还是有希望的。既然时间已经比不了了，那就比正确率吧。我一定要在剩下的全部留给我的时间里把题目一定要答对。别着急。对，战术还可以，不用着急。第十一名李云欣已提交，比赛结束。现在请工作人员复原道具。你决定比较看好谁？因为我是马上王陈浩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验证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复原之后的三条希尔伯特长链对应的三张色块图。那么三张色块图对应的漩涡图会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它这么转，旋是这么旋起来的。题目一啊，好，编号是十一号。那我们看题目二，转动起来。你看边儿永远不动，发现了啊？编号是五十一号。我感觉柴浩晨的表情，我有点读不懂。我们来看题目三。好，旋转起来之后，编号是二十九号。
我们先从用时比较长的选手开始验证。就很刺激啊，比如说第三名他答对了三题，然后重点要看前两名了，就越来越刺激。来，有请科助。好，第一个编号是十一号。十一号正确。李云星这边还写了 blue green 啊，来，第二个编号。五十一号。哇，正确。没到绝对性对的。必须要保全对。必须要保证对是。好，第三个编号。来，29号正确，哇，哦，三题全部正确，哇，太强了，太强了，不是慢。虽然我是对的，但是前面的大家都很强，他们应该也是对的。接下来我们来验证图兵的答案，来，图兵第一题。第二题，五十一正确。第三题，29正确。太强了，太强了。好，云星和土兵，你们三题答案全正确。来，我们来继续验证画茉莉。第一题啊，十一正确。第二题，来，啊，42错。我们来继续验证范天成。第一题，来，天成，哎呀，错了。刘问。啊，错了，张玉明，哎呀，王天洛，哎呀，写错了，吴玉涛，哎呀，不正确，张小毅，哎呀，后面还有两个没有验证，图兵和云星，你们依然还有机会，我们来看一看啊，开始。看张浩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样子。哎呀，哎呀，很可惜啊，第一个就错了。一共三道题，我其实完成了后面两题的验证。验证到第一题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做验证，但是看到浩辰提交，我就也提交了，赌一把试一试。图兵就进了，对，图兵进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宣布，图兵成功晋级。图兵真的没想到，他是第十个完成作答的，所以在最强大脑的舞台啊，时间很重要，但是正确率更重要啊。但是还是稳，其他人都是没做对嘛，就算快。我们接下来是柴浩辰，是第一个递交答案的，当然他也决定云星的命运。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十一呀，一定要是十一呀！来，走，走，走，一有了。就是感觉心里两个小人在打架，就是又希望柴浩辰对，也希望自己晋级，就是一个很焦灼的情感。一有了。正确，第二个五十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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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走，再走，五，
再来，五四一。好，最后一个数字，来，再来，这就决定了云星的命运，也决定了柴浩辰的命运。我们来看一下，来来来，二，来来来来来来，来二二。全部增加，又快又准。祝贺柴浩辰、涂冰选手挑战成功。涂冰是真的牛。浩辰，你是第一个，你为什么胆子那么大？我觉得我今天其实压力也很大，当然，然后我做出来的这个决定很果断，胆子也很大，我觉得都是田亮老师给我的。哎呦，好样的。哎呀，运动员的精神特别棒。哦，果断。对，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练体育，从田径转到击剑，作为一个体育生，真的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柴浩辰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选手，因为他本身是击剑运动员，他的性格、他的表现以及他的为人处事的方式，都有一股运动员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大家尽力做，然后谁进去都是可以的。哎呦，这个说实在，现在讲得很沉稳啊。我要是他的话，我肯定紧张得不得了。确实也不容易的，十一个人进两个，没有想到自己能进。我并不觉得出乎预料，因为涂冰这位选手，他求的不是跑得快，跑得引人注目。他求的是跑得长久，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像涂冰这样的稳中求进的选手，我觉得就会越来越引人注目。来，恭喜两位啊，到了安全区，恭喜你们！哎呀，我能抱你吗？可以抱。太难得了，太难得了。茉莉蹲下，你都陪着你，你都陪着你，你这么多人跟你一起，没戏，真的没戏。我们都陪着你，对，我们大家都陪。我要被淘汰了今天，所以说忍不住流泪了，唉，就真的拼不下去了。对不起，我这次没顺利的通过比赛。当选手要告别这个舞台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不舍。我相信茉莉的心情呢也是非常复杂的啊。我们让她稍微平复一下啊。我先问问林星，其实你做得非常的不错。我觉得我跟柴浩辰的一个区别就是柴浩辰是运动员，他心里是第一第二，快准狠。然后我作为一个精算人，保险行业就是要稳扎稳打，而不是去冒更大的风险。我觉得非常好，首先来说策略非常对，只有做对三道题才能给自己留一线生机，的确这个就是精算人的素养，非常厉害，你非常厉害。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每个人都能够不抛弃不放弃，我们的未来都会光明而灿烂。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真的没有想到会有一头一尾的晋级，一个是速度的代表，一个是准确率的代表，所以我就觉得就像很多事情一样，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训。嗯，就是一定是要准确，当然在准确的情况下一定要快。谢谢你们，谢谢。我觉得
得这趟大脑对我来说，除了答题方面的一个收获之外，对于我跟集体相处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也有很大的提高。我觉得我这次的大脑之旅就是很有意义的一次经历，然后我也尽力。40名遗产生胡玉涛，通过这个节目，我也更加的了解了我自己，也认识了非常多非常可爱的、非常厉害的朋友们。我觉得这可能是将来我一生的财富。首位选手王天若，我相信我在遗产大脑交的这些好朋友，我们未来在生活中还要一起继续玩耍的。那么比赛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资源卡的具体分布情况。好，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公斤赛波，33张资源卡处在首位，相对落后的积累情况应该是17张。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一下刘教授，下一阶段选手应该注意什么？其实呢，我们这一季的大脑啊，不像往季那样啊，单纯呢强调纯粹的脑力的竞争。其实我们很多选手在过往的经历当中，他们都有一种零和思维，也就是你赢我输。当然，在最强大脑的舞台上，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比赛，我们也必须要有淘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跳出这样的一种零和思维的惯性，所以我们也加入了很多内容是需要大家合作共赢的。所以通过前面的比赛呢，其实我也看到我们留下来的这些选手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集体意识。所以呢，我期待接下来的选手能够继续努力向我们最终的目标 Level K 进发。好，谢谢于教授，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最强大脑。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剩下来的选手能够全力以赴，祝各位好运！下一期最强大脑，我们不见不散。